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人，你快告诉我，他是谁？他为什么这样痛苦不堪呢？禀告悉达多太子，他是病人。病人，病人就会这样面黄肌瘦，身体羸弱，悲切酸楚，痛不欲生吗？是的。只有他是这样吗？禀告太子，只要得了病，每一个人都会这样。我们都会这样吗？禀告殿下，是的。这病人为什么会生病呢？婆婆是怎么了？为何如此伤痛哀嚎？那担架上又是什么呢？禀告悉达多太子，这老婆婆是因为心爱的独生子死了，才如此痛不欲生。至于担架上的是死人，死人就会这样完全听不到亲人的呼唤，也完全不能有任何的反应吗？不只是这样，这死人还会抬去呼唤，否则是会腐烂生虫的。腐烂生虫火化，我们都会这样吗？禀告殿下，是的。那么每一个人都一样吗？是的。那么总有一天我自己会死，我亲爱的妻子儿子也会死，而且死笼罩在每一个人身上。
无人能够逃躲。啊，实在太可怕了，要想个办法啊。我们的悉达多太子啦、尊贵的悉达多太子，我们很爱戴你。俊朗的悉达多太子，我们很仰慕你。庄严的悉达多太子，我们赞叹你。慈的悉达多太子，我们效法你，我们效法你，我们效法你。为什么他的神态看起来如此的平静自若呢？禀告太子，他是修行人。什么是修行人？禀告殿下，据我了解，就是离开世俗的家去追求生命真理的人。这样的人可以明白生命的答案吗？禀告悉达多太子，据我听说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我明白了。Thank you.
是坚毅的苦行，日食一麻一米，已经过了6年，但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提振。看来这样过度的苦行对于修道并没有真正的益处啊。可敬的修行人啊，请接受我的供养吧。原本以为悉达多太子会坚持下去的，没想到他却半途而废了。看来他还是无法超越他是娇生惯养王子的身份。哎，我对他好失望，亏他曾经遍访名师，习得不少道理，正得了不错的境界，现在竟然无法克服对于食物的欲望。唉，这样的修行人我瞧不起他，即使他曾经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也不想再追随他。是啊是啊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今生练习只有中道才能成就，如同调琴弦，太松或太紧都不能奏出美丽动人的乐音，只有不松不紧恰恰好才能成伴。正等正觉，绝不离此座。